今天的介绍了 Seraphim 的 Crazy。这次 Les Seraphim 的回归带来全新的风格，这首歌使用的曲风是 House， 细分下来的风格是 Ballroom。 Voguing 这个舞风也会使用这种音乐风格，而 Voguing 和 Ballroom 的发展与 LGBTQ 文化是密不可分的，这样的舞蹈与音乐常常会与时尚做挂钩，因为 Voguing 的起源就是把时尚杂志 Vogue 的模特儿姿势变成一连串的舞蹈动作，再搭配上这样的 House 音乐。 House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鼓节奏，鼓的节奏会像是这样，这类型的音乐通常不会用唱的，歌词的部分可以当成是台词搭配音乐，主要强调的是那个态度与氛围。宋乐的 Colors 也是一样的概念。现在频道终于可以盈利了，不过介绍音乐的话呢，那些音乐都有版权，所以影片是无法盈利的。目前正全职在做这系列，所以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或是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，干爹干妈的任何超级感谢或是 donate 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，我会开心一整天的，感谢你们。整首歌会有很多重复的东西，像是节奏、旋律或某一句歌词都会一直重复，主要是要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面，所以不会做一些很突出的唱功炫技或是很酷的副歌，比较不会让人很突然就嗨起来就唱起歌来了，也因此适合一些高级时尚的派对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，也别忘记 follow 我。